Hello， 大家好，起来刮这一张黄金年限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哦，头奖奖金有200万元呢，那有超过16万个1000元含以上的奖项哦，这是挑选的尾数是32号，号码是00342602，希望可以中大奖哦。玩法说明在这里，刮开您的号码刮区，共有30个号码，这里是您的号码，一共有30个号码，如果您的号码出现在黄金号码中，这里就是黄金号码哦。且六任五个黄金码连成一线，不管是直线、横线、对角线，即为连线成功。然后依照连线成功的数目呢，有对相对应的奖金，有几条有多少钱，就在这个表格里面哦。那黄金号码上面有刮模，给它做记号。好，马上来开刮，把它放大、放大、放大。希望这一张可以中奖，还蛮喜欢玩这一款宾果游戏的。不过这个游戏玩很久啊。来，刮出第一个号码，老师来点名了。第一个号码是23号。23号的同学有没有？有三二，有没有23啊？有2122，就是没23哎、欸。哇，没23，第一个好同学就翘课了。来，没关系。第二号码51号，51有没有？哎、欸，51也没有哎、欸。没关系，后面有就好了。第三个号码是21号，21号有，这里有。21号，做个记号。来，再来，第四个号码，27号，27在哪里呀？27，哎，27没有哎、欸，还有21没27呀、啊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再来，第五个号码，52号，52这里有，52号，再来，第六个号码是16号。16有没有？16号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39号，39有没有啊？哎，39好像也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都没有啊？没关系，有连成线就好了，对不对？37号，好嘛，很多没连成线也没有用啦，对不对？重点是要连成一线。29号，29也没有，有28。15号，15号没有啊？15号这里有。54号，54有没有啊？54有。哦，这两个连在一起了，2154。再来，20号，20号没有啊？哦，这里有。再来，36号，36有没有？36、38、35、36看起来是没有。再来，19号，19号没有？19号也没有哎。哎、欸，这张出现的号码很少呢。12号，12这里有。48号，48有没有啊？48号有没有？有没有？45号，这里有。14号，14号这里有。40号，从中间连起来了，所以再一个28号就连就有了，再一个28，再一个28，有没有可能再一个28？42号，停牌了，42号，来，42这里，来个28好不好？来个28，28有没有？没有，24号。24在这里，不然那个还是要28号，目前还是要28号才有机会。来，30号，这里，来，50号，50号没有，50，哎，50也没有哎，再来，11号。
十一没有。35号，35号这里，哇，快刮完了呢，来个22啦，对不对？不然来个28也不错，22跟28，对不对？都不错，有没有？这里还有一个号码，22号了啊，可惜，22号，22有没有？26了，26号，26，没注意看，26号。26号这里，所以也没连成线，来个55啦，五又个五，多少跳？25号啦，25号没有，25号在这边，哇，还没连线呢，多差，这边差了一个，这边哇，这边多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17号，17有没有啊？17，17，没有，再来34号。34有没有？没有，哇，应该还有一个号码吧？来，32号有没有？这里32，哇，还是没连线啊，差个38，还有没有号码？来个38，还是22啊？28，还是55啊？还没号码，再一个号码，有没有号码了？哇，刮完了，上面这边是条码了，没号码了，所以这一张黄金连线变成乌龟连线了，它的看起来是真的是乌龟啦，乌龟代码是 TNV VNT NVT NTV， 随便啦，这个乌龟代码啦。好，最后来总结一下吧，这一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黄金连线刮刮乐尾数32号宣告杠估，做了200块钱的公益，那就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